Hello， 大家好，今天是周日上午，然后我们来到了北温的有一个社区中心。这个社区中心呢，要进行一个叫 Home Show， 有关家居装修方面的一个展览吧，展示。我们刚才停车的时候找车位也比较费劲，看来人还不少。我们可以看看 Home Show， 有一个箭头方向。这个社区中心呢是北温的四个社区中心里边相对来说比较老的，但是前一段时间他们也进行了装修，然后游泳池什么也进行了一些翻建。那么这个社区中心呢，在林洼里附近，它占地面积也很大，车位也比较多，有游泳池。最可心的是呢，它自己还有一个滑冰馆，可以进行冰球的比赛和花样滑冰的一些表演和比赛。走。哦，它就是在滑冰的那个冰场里边，这个就是冰场。哎，你这儿可以写名字，它可以抽奖。墨西哥有一个抽奖箱。我们已经进来了，然后呢，第一个就是厨房的，嗨。和第一家聊了聊，他是做厨房的装修的，他是两种，一种是把厨房的橱柜看到了吗，重新刷漆变成一个新的颜色，还有一种呢就是做一个新的厨房，就像这样。然后呢第三种呢就是混合的，就是你需要增加的地方就增加，不需要增加的地方呢他还给你重新刷漆，就混合装修，保留你原来厨房的样子。And then this is the solar panel that charges the battery here, which drives the motor here. Okay. You mean battery inside? There's a battery inside. That's correct. Okay. The solar battery. And this is the charger. Okay. Motor. And then this is a rain sensor. So if it's open and it starts to rain, it starts to close automatically.How about if a long day for no sun? It's a rainy day. No. You need very little sunlight. Like bounced off, even cloudy days. Cloudy days charge that no problem. Cloudy days. Rainy days. Because it's 1800. 20-year warranty against any kind of moisture in between the panes. It's Energy Star rated.And this is 18,000 or 1800. 1800. It's in 1880. Oh, yes. Plus installation. 这才一千八这个。If you've got a normal roof with, 我们可以看它这个百叶窗，它都也是太阳能的。Okay. 然后呢，它这个开关也是太阳能的，特别好。Yeah. 1800块钱加币，相当于不到不到一万人民币。这么大一个天窗，真的挺值的。Unless you've got several. 玻璃顶下面，这样可以隔热，可以隔 UV light 这种东西。对，它是户外的材料，所以它就是。这个是屋顶的这种窗帘。它是户外。这个是一个 deck 的帘儿，大家可以看，可以升降。然后呢，实物就在这儿。啊，它有两种材质，一种呢是这种叫塑料板的，有机的，有机板，然后透明的；一种是这种帘儿状的。对，然后它的屋顶，也是可以打开和合上的。这屋顶能打开合上吗？可以，它是。
哎，你看这个，给您合上了，看起来还挺有意思的。它现在在缓慢的上、哦、看到了。其实它速度可以更快，因为它这个电压不是非常高。哦。这种现在是完全不热，完全不热。冬天的时候是深，然后如果你夏天的话，你就再按一下，然后它到时候会慢慢的打开，打开之后呢，你就可以把它清洗到这一下度或者任何angle in between， 然后你就最后决定这些阳光进来多少。它这个封闭还是挺严的，是吗？非常严，因为我每一片都加了软胶条的，去隔水，然后去让它密封性更好。市面上的话，他们那种凹槽里面，你去别家问，他们其实都不加这个的。但是因为就我们家加，其实是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只有我们家做了。这也是一个厨房卫生间的一个装修的公司，它装的非常非常好。看这新。旧厨房的改造，这有一些工具。Hello，Hello。这是还能抽奖吗？嗯。Peter， 你来一个。每一个都抽奖。你来一个。太感谢。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冰球场里边，这个是展会的正中间的位置。看，十字路口。这个展会呢？规模不是很大，大概有个五六十家这个参展商，各种各样的参展商都有，有做太阳能的、家具的、装修的、工具的，还有一些，你像这个就是做车库的展示和地面材料的，都非常专。这个冰场的冬天是孩子们在这里训练和比赛用的，现在是夏天，可能就是维护起来成本比较高吧，它就做成了这种展示的空间。这个展览呢是四年前每年都有，由于疫情的中断了，现在是恢复了。这是卖储存仓库的，有点像小型的集装箱，七尺的两米一见方的，这个白色的是3450，然后呢这个十尺就是三米乘三米的是3950，这里面有9平米。卖什么的都有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家居服务方面的一些东西。对，你看这种装饰材料，这地面材料，我估计这可能是车库啊，或者是后院里。哦，这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奖杯啊，看来是这个社区中心的冰球队获得的荣誉。看，有他们的合影、奖杯、奖牌。这是温哥华滑冰俱乐部，可以登记的网址和电话。这个场地呢，不单是冰球比赛和训练的场地，也是花样滑冰比赛和训练的场地，所以它有两个俱乐部。看这种奖杯。